白羊座2019年运势如何？2019年对于白羊座来说是需要拼搏、运势极好的一年。事业方面需要规划自己的道路和发展方向，要往长远角度考虑，不可只关心眼前利益，因小失大。同时需要提升个人业务能力，注意身边能够帮助你、指点你工作的人。可能是你今年事业上的贵人，财富上因为工作的努力打拼会有明显增收。想要做投资理财的白羊，也可在下半年开始行动，但要注意不宜与他人发生金钱纠葛。爱情方面将是起伏动荡的一年，很多白羊会结束现如今的感情，开启下一段感情，过程中可能会显得愤愤不平，或者心灰意冷，建议该放手时就放手。